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过不去的人，不管你有多爱，都应该知道他在你的生命里只有两种结局，要么是终点，要么是路人，再无别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无法成为你的终点时，就一定会成为路人，这和爱不爱没任何关系。所以要么白头到老，要么相忘江湖，这就是爱的现实。